随着君子风的春秋时代落下帷幕，华夏民族进入了残酷而又光辉的战国时代。人这一辈子呀，通常都不会一帆风顺。作为大秦帝国能够崛起的引路人，秦国的国君秦献公嬴师吉这一辈子呀，可谓荆棘坎坷。要说出身，人家是正经的王二代，只可惜从少年时就命运多舛。十岁时，他老爹突然死了，国君之位就被他亲叔叔抢走了。可怜的嬴师行为了活命，孤身一人，举目无亲，逃亡敌国魏国仅30年，硬生生地熬死了他叔叔两代人。直到国君之位传给了他年仅2岁的表弟嬴昌时，快40岁的他火速联合了秦国的内应树长改，这才夺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政权。可惜这个时候的秦国已经弱小无比，重做国君的秦献公奋发图强，可这时的秦国饱受六国摧残，如今已在灭国边缘，家穷咋整呢？秦献公就兢兢业业地挣了18年的钱，挣到的钱就像庇护了他29年的魏国开刀了。短短6年时间就发动了3次战争，而这第3次战争也是秦献公人生中的最后一战。公元前362年，秦献公亲率步骑20余万，大举进攻河西要塞邵阳邑。魏国则以丞相公叔痤为统帅，举重兵20余万迎击秦军，一场决定天下格局，更决定秦魏两国命运的生死大战骤然爆发。但两国国力差距极大，魏国的士兵全部身披铠甲，强弓劲弩多如牛毛，反观秦军士兵马衣裹身，长戈在手，军中老弱之兵占据了一半。首先登场的是秦军齐军方阵，年逾60的秦献公一声令下，秦军骑兵奋力地向魏国铁甲方阵发起冲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不断有人落马，可秦军无一人后退，就这么用血肉之躯冲散了魏军的铁甲方阵，并与魏军绞杀在一起。另一边呀，是秦军的步兵方阵，这群身穿布衣的老弱之兵拿着简陋的武器，义无反顾冲向了魏武族的阵营，这其中甚至还有10多岁的孩子。但别看孩子小，却勇猛无比，只见他一刀解决一个士兵后，开心地望向爷爷，却不料下一秒一把长刀当空斩下，勇敢的少年轰然倒地。秦国少年都如此有血性，这样的国家怎么能不让人生畏？秦军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哪怕身负重伤也要和魏军拼命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魏国强的是武器，秦国强的是心气。战争从傍晚持续到清晨，战争结束后，魏国正在打扫战场，这时一个白衣青年出现了，他正行走在尸横遍野中做调研，只见他拔出秦国士兵肚子里的箭头，发现箭头上挂满了野菜，于是赶紧记录下这第一手资料，在竹简上刻下“秦人食草，秦人可畏”8个大字。看见士兵眼角流下一行泪，青年顿时心生怜悯，决心替他瞑目。可秦人竟视死如归，不肯闭眼，一连3下，秦人依旧死不瞑目。这份血性让青年动容，片刻后发出了“秦人可畏”的感叹。和魏军作战的不是秦军，是秦国。此人正是日后帮助秦国迅速崛起的关键人物商鞅，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此时他还是一个叫做魏鞅的中庶子。公叔痤说：“鞅啊，看了半天你有什么想法没得？”魏鞅感慨地告诉老师：“赳赳烈士，天地难明。”这是对死难士兵的哀悼。是啊，面对当时最为精锐的魏国铁甲军，秦人竟在兵力悬殊如此大的情况下收了魏军20000人头，和魏国达到近乎1:1的战损比。而公叔痤呢，还以为弟子在给自家军队打 call， 有点得意。你说的对，我也觉得咱们打得贼猛。老师，我说的是对面啊，对面。公叔痤头上顿时冒出了一堆小问号。我遍查秦军尸体，致命伤都在前胸，他们面对天下最精良的铁甲方阵，强弓箭雨，却眨也不眨的前赴后继，死不回首。公叔痤却不以为然。穷国决定拼命而已。和魏军作战不是秦军，是秦国。秦人这不纯纯长秦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吗？这下公叔痤不爽了，直接给了魏鞅黄牌警告。小魏啊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想在魏国混下去，可得学会说话的艺术。夜晚幕府内号声响起，原来啊是魏军每日例会时间到了。魏军帅帐中，主帅公叔痤先是来了一番表扬：“那个，今天弟兄们打得不赖啊，但是呢，距离咱们的目标还是有一定差距。”接着讨论明天的打法。来来来，大家开启头脑风暴，说说咱们怎样才能实现下一阶段的目标呢？用什么方法能够击败并消灭秦国呢？老将军满怀期待下属献策，不料先迎来了
龙骨对自己的弟子。不是我说，老将军打仗你是真的菜，咱们首战为啥没能取胜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还不是因为你拘泥打法，不善于应对秦军的野战死战。要想打败秦国，还得战神庞涓来。你说这货是不是缺心眼儿？这种事心里吐槽吐槽就好了，干嘛还说出来？说出来就说出来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这不让人下不来台吗？换做一般人呀，不给你穿小鞋，说你扰乱军心，施以重罚，都对不起你这份耿直。可公叔痤呢，人还真度量大，选择性过滤龙骨的弟子，没理这二货，真不愧是能做到丞相的人。正当老将军正想着咋把话圆回去时，军师来报说援兵主将公子昂来了。这个时候大家都纳闷了，仗都打完了，又没有人求援，这个时候来援兵是什么意思？原来呢，这本是必胜的仗没打赢，让急于求胜的魏王很不爽，于是他连夜派出公子昂到前线恶心公孙痤。还没等大家回过神，公子昂的声音传进门：出战不胜就是败，不灭秦国就是败。公子昂一出场啊，就变身嘴炮王者，把在场的人喷了个遍。你说说你们呀，都打了一天了，都没把秦军打败，秦国都灭不了，你说你们活着有啥用？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去。我没有针对谁啊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众人一听都怒了，要不是老将军在，估计就要群殴公子昂了。要不是看在你哥是大老板，早揍你二的了。公子昂呢，人家根本不在意这些杀人眼光，告诉众人，不管出战结果如何，魏王都会派兵驰援，因为魏王想在少梁一战胜后一鼓作气直下关中，把秦人彻底赶回陇西荒山。公子昂觉得大魏精兵没有败军之师，大魏王的麾下更没有败军之将，秦魏的战局只能是大魏胜秦国灭。若无此等雄心，趁早摘盔卸甲吧。公子昂摆明了是要兵权，可公叔痤不想拱手相让。小老弟，论吹牛逼我不如你，但论行兵布阵你就是个垃圾。 You can you up, no can no baby。 可公子昂打嘴炮就没输过，这位魏国出了名的草包公子还撂下狠话，说明天咱俩各带十万兵马，看谁先得胜回朝，看谁全军覆没。公子昂这么狂是有原因的，魏军的魏武租方阵在那时候天下无敌，对比之下秦国的军队可以说是又穷又业余。公子昂还提出要亲自统帅魏武租方阵，用能把死人说活了的高级诡辩技能，把大家忽悠得无话可说。一时下不来台的公叔痤也只好先答应让他统帅魏武租方阵。丞相三思。公子壮心惊人，自有胜算在心，诸位放心就是。公子若能灭敌建功，统一号令又有何妨？中军司马交出兵符印信。就在草包公子得意忘形的时候，中庶子魏鞅呢，对整个战局提出了质疑。他对着地图一阵比划，开始分析利害。五国冲要在河西高原，河西冲要便在这少一。少梁是秦魏的必争之地，这次如果是秦国打赢了，从少梁东渡半天就能直捣魏国都城；如果是魏军战胜，从少梁西边直下溧阳，就可以轻松占领整个关中。到时候就算灭不了秦国，他们也必然会退回陇西，再度沦为游牧民族。魏鞅说的有理有据，逻辑严密。末将愿闻高见。此战之要只在不战。公叔痤听了以后心里颇感安慰，自己这个徒弟没白教啊。不过公子昂却立刻开喷了：你说什么不战胜秦？哼，疯子，你这个小小的中庶子，我真是可怜你啊，本公子连罚你的心思都没了。魏鞅并没有理会公子昂，而是告诉众人，魏军现在强在战力，而秦军强在战心，若是秦魏再战依然会胜负难分。听到这儿，公子昂差点笑掉大牙。魏鞅已经不管公子昂这狗东西的反应了，紧接着提出秋守春战的战略。但魏鞅的分析草包公子是一句没听，提出要立即与秦军决战。其实公叔痤也认同魏鞅的观点，不过呢，他有难言之隐。最终魏鞅的建议并未得到采纳，可惜呀，魏国不知道的是秦国的情况比魏鞅分析的还要差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。这个呀，我们下期再说。喜欢的朋友欢迎留言点赞关注我们，下期见。